基隆佛手洞。两个都有了，可以吗？我没给你修多少啦，你讲，他们两个给，没给了。现场比我唱唱歌，我也不能看毛主管哦，是吗？是不是啊？他们跟别人一样。佛手洞位于仙洞岩旁，约二三十公尺不远处。由仙岩洞旁步道直接前往，这里是一处天然的海石洞。日据时代被当成防空洞使用，又因过去洞内曾有蝙蝠栖息。在早期曾被称为蝙蝠洞。多年前由基隆市政府重新规划改善而成一个人文的景观区，并铺设有碎石步道防止湿滑。佛手洞之名系因洞内深处的石壁上方有天然风化形成的像手印和五指的节理，惟妙惟肖，就像是佛手印。加上又位于仙岩洞隔壁，所以被取名为佛手洞。佛手洞内有数个走道，分别通往不同的洞窟，北有洞天，各具景观。走入洞穴内，有种探险绝密的新鲜触动，阴凉感受又如天然冷气，十分特殊。佛手洞是一个保持非常完整的天然海石洞穴，地面原本湿滑泥泞，基隆市政府除改善洞外的环境景观，不过雨天时洞内仍会滴水，地上也稍会积水，游客要特别注意。佛手洞位于基隆港西岸货柜中心附近，因此可与仙洞岩、侵华战争阵亡将士纪念碑、竹港纪念碑、百米瓮炮台连前城套装形成外，
并可参观平常难得一见的货柜装卸作业。公车资讯：搭乘基隆市公车301、302、304号，于仙洞岩站下车，步行即可抵达。洞前广场设有道路旁可以免费停车，地址基隆市中山区仁安街11号后方。